到我妈打工的地方来了啊！今天靠我妈做饭。我妈今天要炸馅饼，这是发好的面，中间全是蜂窝，用刀切成一块一块的，之后呢，揉成团儿，再按成饼。那大果子是怎么炸出来的呀？大果子我也会，你也会。现在都吃不着大果子了，以前都是丸子、大果子，我喜欢吃丸子。喜欢吃果子，啥都喜欢吃。就大豆油，这油烧到七成热的时候就可以下锅了。这里面有糖吗？有啊。哦，有点少。有糖有点甜。这玩意可好了，能调。贵这个东西，这锅可贵了，贵吗？一千多。哦，走啊，来。先晾着，烫嘴，像大锅大盘里一样。我妈在屋里头继续炸，我就在外面开始试吃了。我要说有妈妈的幸福，只有在自己亲妈的眼皮底下才敢这么干，是吧？好吃，说真的啊，这个面粉他们没买好，但是我们家的面粉做出来的话比这还好吃。面粉好啊，这才松软蓬松。要想有口福啊，最好有一个厨子嘛。哎呀，你说哪个能软点儿？都那玩意儿一样，全一样。我就来这个火大的了，看看啊，这是我妈今天炸的气饼。小的时候经常吃油炸糕啊、油条啊、麻花气饼啊，还有丸子，还有干果，就这么几样油炸的吃的，这其中一个啊，这小时候的回忆啊。白菜豆腐汤，青是青，白是白，青青白白。我们东北的豆腐才好吃呢，反正我们家这豆腐是真好吃的，什么都不用就光吃豆腐，甜香甜香的。哎呀真鲜，哎呀真鲜，哎呀这汤熬的真好喝。这小白菜是鲜的，这是是咱自己家园子里的吗？是咱家园子里的白菜吗？咱家园子。哦。嗯。这我们，嗯，鲜。是我们家园子里的菜给拿过来了。嗯。妈妈的味道，这回车回来了，我听到声音了。嗯，干活的回来了，开个小白车，老远就听见了。我这脸皮厚，在这吃上了，反正谁也不认谁哈。蹭完饭就回家呀，好像又要下雨了，看那个云。我跟我爸两个看我姐去了，我姐刚回来，在别的地方呢。还有我嫂子。看到路口了吗？停一堆车的地方就是。我姐开车回来的。大刘啊，晚上人老多的，你看看，就像摆喜宴一样，老热闹的。这边炒菜呢，哇，全是香味儿。现在有个大灶台炒菜，我的天呀，真香！拌凉菜了，这是肉帽。看看这是，好一点，你好，你好，烧
上菜了，翠花上酸菜。在这个葡萄架下边还阴凉，空气还清新，看看热火朝天的炒。我没用，都在那边，我没用。烧木头火，炖茄子这是。看这灶台，哎呦，一二三，三个灶台，三个灶台，这边还有几个的，那是，那是可移动的灶台，这边是固定的灶台，看。哇，这是大骨头炖酸菜，那边是炒啊嘎巴肉呢。哎呀，这个是我们这边的特产，嘎巴肉，好东西。比这办酒席还热闹，全是大锅菜，全是硬菜。你看这边都是坐的男同胞，开始吃上喝上了，喝酒一个桌。我今天陪着小朋友们，我不喝酒，谁让我年龄小呢？要开饭了啊，跟坐席似的，真热闹。就这味道，就那盘就接上来了。我们东北都是这种烀的猪蹄，然后手撕，特别香，原汁原味的。还有这是，嗯，好吃，真好吃。茄酱吗？看这红烧排骨，这大锅炖出来的，全是排骨，好吃入味儿。东北的红烧不是浓油赤酱，但是很有味儿。非得琢磨我，非得琢磨。这是我外甥女儿，老漂亮老漂亮，1.74米，太好看了。哎呀，真好玩啊！大娘结婚，我爸小崽几岁？我看一看，哎呀，这都好几十了。是呀，嗯，你说我们还能不老吗？又回来了，又回来了。这真热闹，有一些菜凉了哈，在这儿冒一冒。啥叫冒一冒的？就用那个酸菜哈，那个汤过一下，这热乎的。这葡萄才好吃呢。我今天呢没什么内容，就跟家里人团聚了啊。热热闹闹的也不舍得走啊，但也得回家了，那人太多了。其实这些亲戚呢不是我们家那个亲戚，是我大娘他们家的亲戚，也就是我哥和我姐他们的表亲比较多。过两天呢我们自己家人会在一起聚的，你包括明天呢、或者有空啊，我都会在这儿的，就是看我子女，看我姐，看我嫂子，就跟他们在一起就开心。哎呀，家人嘛。我过来看看稻田养养眼，这个季节的绿呢是最养眼的绿，还不是墨绿，还不是深绿，还不是嫩绿，青葱绿的时候，太美了，空气又好。其实我在家耗子呢，一是天气不好有雨，二是呢我真的在等我嫂子我姐他们，只可惜我哥没回来呀，实在是抽不开身呢。我姐也都是抢回来的，所以这么难得的机会，我要是没碰到的话，我会很遗憾很遗憾的。我们这一代人呢都工作或生活在天南地北的，聚到一起很不容易，不是路途的遥远，而是大家伙没时间呢，根本抽不出来身呢。哎呀，就我比较自由。还有我是我们家长得最丑的，一点都不开玩笑的啊，包括我姐家孩子，我哥家孩子，就我们的后代哈，长得都比我们好看，长得都比我好看。网友们还说有人长得过得去呢，你没看到我家里人呢。我哥我姐他们工作的性子呢不太便于出镜啊，我一会儿把我姐的照片给你们看一眼，那是她以前的时候照片。我姐家孩子也好看，我子女也好看，我子女长得像我，都说我子女丑，她长得像我，就是说我丑，
其实我侄女比我好看啊，我侄女很瘦也很高，那小手啊纤细纤细的，不像我这个大粗手短。反正我是我们家颜值低的，我的颜值呢拖了我们整个大家庭的后腿。我奶奶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多了，我姑姑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多了，而且我姑还比我高，我姑脚也比我大两号。我爸年轻的时候也好看，再看看我嫂子也比我好看，比我甜美多了。我姐子还比我贤惠，是眼中有活，我呢是眼里啥活都没有，往那一坐，真缺碗的时候才知道缺碗了，不会照顾别人，不会说哎，我给你拿个碗拿个筷子给你盛个饭，我不会。哎呀，在你们的眼里我还将就，我家里人一比的话完了，我就啥也不是。